藏的本科语言是空心这种语言。石头做那个斜倾倒的一个处理，那下来以后等稻草跟修修，然后它跟水泡泡，它来回来先，该就该开开开，他告诉那里很冷的北极，爱斯基摩，你在做那套子烧，因为伊无得民族变冷化死。那种时代我也不会偷看你坐船，你也不会，所以人类就是知道说坐船就是要两条街，要这样子，要这样滑那样滑，面头滑弄这样要对啊，告诉你那是你就是热带雨林，你坐在藤蔓，太深了。